告诉我，告诉我哪盘才是真的。哎，怎么醒过来了？高先生，人我都给你凑齐了，四个。这两个归你，房间那两个我负责。老板那边还等着我去汇报情况。这样，我先走一步，你们俩负责里边的。简直是疯了！快把车开过来。是，高律师，怎么玩起枪来了？头一回吧？有什么事儿就不能好好商量吗？非得置人于死地？商量？我有什么可商量的？我有选择吗？我没选择。你们不死，我就得死。把你们全杀了，我可能还会有点生路。如果你真把我们都杀了，你觉得自己真的还有活路吗？我们都是律师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吧？不对不对，如果杀人跑不掉，是因为杀的人不够全。把他，还有你，你们都该死！你们全死了。谁能查得到我？没人能查到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高律师，那你要杀的人可就多了。小五、小七、老九、自首的邱志坚、刚刚从你眼皮子底下逃走的方建设。如果背后指使你的人能够给你一条活路的话，你现在还会拿枪指着我们吗？闭嘴！大声！